我主囡仔拢看爱看你的体赛有玲珑，啊，你会当当爱甲上伊一停无？一个妈妈讲，我会当哄囝，最后有点仔尊严欢喜来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做妈妈，我无第二句话。两分钟内底讲一个故事，观众有法度流目屎。哦，哎呦，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，那个他有可以。哈，起码都要笑噶安尼，因为情绪都要袂转来，起码徐伟宏吼，好可怜。是主持人的功力在遮嘛？你有法度，有法度两分钟内底讲一个感人的故事，那好可怜啊。现在有一个观众七百赛，你就成功。安尼哦，来，徐教授那边先七个。哎，我小可音乐。哈，还要音乐？其实我虽然看起来刚刚一个真好笑人。我有一摆，我拄出国去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少年人敲我，伊讲顺哥你好，我是透过一个王制作人敲电话给你。我讲什么代志吼？伊讲你明仔载暗时会当回来未？我讲我即摆在海外，我即摆回去，可能我后日爱过来哦。伊讲我们可不可以求你，我甲你拜托，我是安怎？他说，阮自己呢拢看爱看你的体赛有玲珑，啊，阮六个人。为国中开始，拢模仿你的体赛有玲珑，其中就迄个一直模仿你迄个人，伊即摆已经足重的病，啊，你会当当来甲送伊一程无？我搬两班训练机，我怎啊转来？转来呢？上山训练机，上山训练机场出来，去树林，去营总的地下室，迄是因最后一层，因最后一层的，伊起开啊，伊的。迄个生命的迄个脉搏已经足低足低，我行到大门，看到伊六个同学，看到我，孙哥，啪，六个拢跪落。我们跟兄弟一样，我跟兄弟同款。阮只有答应伊讲，我们会找到孙哥，我会找到孙哥来上帝最后一庭。啊，赶快起来，拢起来！伊讲他在地下室，我就落去地下室，我看到伊妈妈，伊妈妈大大哭。妈妈看着我，孙啊，谢谢，把我手牵掉的。你真正回来，我讲，看到伊爱同学，这么有感情，我无回来，我算我这个人，这世人无意思。伊甲我牵到因后生的迄个病床边啊，伊目睭两个目睭拢已经敢那大沙龙拍树大条拢看无啊。我看到伊的迄个生命的迄个气脉一点啊尔。我唱个电起来，我讲伊叫什么名？伊讲伊叫阿福啊。我讲阿福，顺哥来了。你知迄个安尼，长，一个人的迄个意志，伊心内有一个心中的迄个偶像。我就甲伊妈妈讲，妈妈，我甲伊讲，阿福啊，你要好好行你后壁该行的路，我好好甲你加油。看到妈妈慢慢那要跪落，我甲妈妈摸掉的。一个妈妈讲，我会当哄囝。最后有点仔尊严欢喜来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做妈妈我无第二句话。顺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七点外为病院回去，接到一通电话，卡来，迄个同学电话号码，我刚才听到同学在迄边一直哭，一直啜泣啊！我们同学他是不是已经拔管了？谢谢顺哥，我刚刚做人。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我在电视顶做的，我爱让大家快乐。但是他不知道在电视那边，这么多朋友在收看，反正听到他一首歌，他也快乐；反正他看到自豪，他也欢喜。他感觉说，看阿孙啊，他感觉说他很欢喜。最后的一个尊严送给阿福，大家给阿福掌声鼓励一下。